今天教大家制作网红圣诞蛋糕。准备四个鸡蛋，将蛋黄蛋清彻底分离。准备50颗白糖，在打发时逐渐倒入。加入些许柠檬，口感因人而异。将蛋黄蛋清拌匀，就像它们没有分开过一样。最后塞入100克面粉，调160度烘焙30分钟即可。整理卖相，避免打折。最后一步了，把圣诞树插入蛋糕，欣赏，拍照，许愿。抖音。